现在就加入股海大丈夫 Light 生活圈，小老鼠 HIH888 或扫下方 QR Code， 并且订阅股海大丈夫 YouTube 影音频道，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欢迎来到股海大丈夫，为您邀请到永诚国际投顾陈建诚分析师。陈诚老师好。田姐好，同时观众朋友大家好。看到了，今天台股又再创新高了，那包括呢台积电也好，鸿海也好等等，这些把指数通通拱了上去。那老师啊，现在都已经来到三月中了，那接下来呢两万点之后呢，台股要怎么做，要怎么赚呢？下半旬还有机会吗？今天看到了还好，指数创新高对不对？对，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不好，你赚到了没？你不是这一两天赚到没啊？嗯，好，我只要问你一个问题啊，因为我来中视去年一月到现在嘛，是已经要一年半了，对，因为三月快结束了，是四季五个季，对不对？一年又一个季，对。从去年的一月到现在，嗯，一年半过去了，你的财富，你在股市里面的资产，有，比如说你是一百万在做的。现在是多少钱？累积正成长上。你是两百万在做的，现在是多少钱？嗯，你是一千万在做的，五百万在做的。好，比如说五百万，对不对？嗯。再怎么差，好歹你也赚个两三百吧，有没有？可是问题是，指数从一万两千六，我们去年十月，我们去年十月来这边的时候，大概是一万一万五破万五那时候，大概一万，好，就一月那时候嘛。好，一月大概我们就讲一万五好了。好。一万五到现在两万，嗯，那是涨了五千点，嗯，五千点那就是30%，30%，嗯，那30%呢？你再怎么样，你一千万，你应该赚300万吧，嗯，你才会跑赢大盘，合理，对不对？对，或者是你一百万，你好歹为自己赚了30万，合理，有没有？嗯，如果没有哈，那为什么？哎，明明指数创新高啊，嗯，那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你去追了，去年追了什么军工股？你的雷虎有没有还在套？嗯哼，还是去追了200块的雄狮？啊哈，三富旅游。嗯、你现在还在套？还是追了多少？1000块的材料 KY， 有没有？嗯哼，还在套。嗯，300块的金华饭店是还在套。嗯哼。还有去年的六七月七八月的 AI 就290。390的技嘉，嗯，还在套，有没有？嗯，160块，不要说啊，140块以上的伟创，你现在还在套，嗯哼，有没有？是，哦，那更不用讲哈，嗯，两年前去买200块的阳明的货柜三雄，这两年我们是一直在赚钱，嗯，你还怎么样？你的阳明还在套，是，你还在等待，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嗯，很简单嘛，因为我一直讲哈，股市里面就是80/20法则。我说人人都会做的事，你赚不到大钱。人人都知道，人人都知道要做的事，你去做，你跟着就人人都知道要买股票，你去买。嗯，你真的赚得到大钱啊？你可能会赚小，可是很容易怎么样？嗯，很容易会怎么样？因小而赔大，赚小，嗯，小赚大亏，嗯。来哈，台湾精锐4583，智慧制造，从2月16号老师跟大家讲了产业，一路到昨天还在创高，亮灯涨停，哇，全市场都看到它的光芒了。来，今天大盘涨400多，创历史高，但是你们好像今天不涨了，呵呵，今天开高就下来了，嗯，可是昨天不是涨停吗？嗯。全市场的目光焦点都在他身上，因为我想你现在每天看我节目的，你大概都知道台湾精锐了嘛，对不对？没错，更新嘛，有智茂。可是这两档，我是不是一个月前，嗯，我就应该告诉你了。是，在昨天亮红灯之后，今天台湾精锐是怎么样？我是不是跟你讲啊？昨天早晚的财经分析师。大家都在讲财经节目的分析师开始在讲他了，对不对？嗯，利见大人啦，这不就是老师讲的乾卦操盘法、潜龙操盘法？你有这边可以买，你不买？
哎，在这边我不是一直邀请你来吗？嗯，对不对？是。有这边你不买，没量的时候你不买，有没有？嗯。你看哦，昨天这么亮，是成交量嘛？利剑大。昨天这么大根，大家都来了。是。你昨天来的人，昨天去追涨停的人，你今天一开盘开高没走，你就被套了。那为什么你要做这么累？你追在这边，你就会赚那几千块钱。我们买到这边，我根本就不用理他了嘛。嗯哼，我就说在这边，我是想着我要怎么下车没？对，我根本就不担心我会被套，对不对？买点决定胜率啊！我就算套，我小套啊，嗯，对不对？我让他套个五千一万的，我可以后面可以赚五六万呢。可是在这边你被套个，这边你是为了赚怎么样？这边你有可能是为了赚那一万两万，你要被套五六万。跟我们反过来，而且那我再讲一次哈，我当初在那边跟你讲的时候，我也许会被他套个一两万，因为两百二嘛，两百一嘛，如果跌到两百，那就一张套一万嘛。嗯哼，我在那边，好，我有可能会被他套个一两万啊，但是我后面起来我可以赚五六万嘛，对，没错嘛，没错。那在那边一样啊，好，你可能会怎么样？你在那边买，你是为了赚那一两万，你会被套五六万啊，而且一套会套很久啊。我买在这边，我套我可能短套，对不对？嗯、你买在这边，你为了赚一两万，你可能会被套五六万，然后你的套是怎么样？是长套。嗯哼，这就是差别了，因为你富贵险中求，老师不是要讲吗？你要掘清谷底，而不是在华山之下。来，还有档更新哈、哦，6146的更新也是，这几天几乎是天天帮大家追踪，在三月份以来，有没有？也是一样哦。这两天不是很强吗？对。290以上了，对不对？嗯哼。我看，今天大盘涨400多点呢，但是它却没力了。你要去追的人，同样的道理啊，哼，一样是利剑大人、哦，一样的讲法嘛。嗯。有低开买你不买啊？嗯。你如果你愿意花290，一张290，嗯，来买它。嗯，我们当初买230以下，225。对，如果你一张你都愿意多花5万、6万、7万，比我会员多花6、7万的成本来买它，嗯，那你为什么不肯在下面的时来跟着我们操作啊？对呀、啊，你为什么不肯来？我买在这边的时候来跟我做。我再讲一次哦，嗯，我这个逻辑真的很简单哎。你既然一张愿意比我的会员多花5、6万来买它，对，买在这，那你为什么不在那边跟我买？嗯哼，你多花这笔钱，你不是还可以来参加、来缴学费的吗？来跟我做一整年吗？没错，那我这一整年我就只有这一档跟你做吗？你后面的你都真的是开心的赚了。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你买在这边的时候，你的风险系数相对比较高，因为你是买在。你有没有看到华山的位置？利剑大人了，投信呢？对呀、啊，这几天这个礼拜，现在这档股票是你，就多数投资人跟着怎么样？大人跟着投信大人，投信大人来干嘛？来帮我们抬轿啊！是啊，爱心别给你们啊，别给投信啊！我说买是他往上买，是最后怎么样？万一你被套了，你不走哈、哦，砍他是他往下砍哦。砍是他往下砍哦，是往上买是他，嗯，往下砍的是他。我从去年我已经讲一年多了，我都讲那么久了，你还没有搞懂哦，嗯哼，对不对？那很多人怎么样？今天看到，昨天看到投信大买，哇，你底气来了，对不对？嗯，一开高马上被到货啊。现在到底谁割死韭菜？我说我是一个很有良心的分析师啊，嗯。我不会说，因为他现在在高高的时候，你看哦，我的股票多棒，它涨这么高，哎、欸，你们继续买，继续买，继续帮我会员抬轿。很多分析师不都这样害人的吗？基加200、370、380，跟你讲多好多好，没有，你就下去啊，下去你就为了赚那个2万块被套，嗯，5万套10万啊、哦，没事，我都用基加来提醒你嘛，因为。技嘉都很多人都有嘛，是，对不对？因为有台分析师就很喜欢讲他嘛，对不对？
卖到卖的不手软呢，是不是继续往下砍？对呀、啊，往死命的砍。我们讲错，嗯，我们是不是昨天才重播？有，有没有被我讲中？我们几乎天天都在讲。提醒哎、欸，我不是看他砍，我才告诉你哎。去年八月他还没砍，我就告诉你说，这一档技嘉投信都是往上买，对，然后再往下砍，是买是用他的钱买，砍也是他的钱在砍，嗯，有没有看到？是，我跟你讲，我只差没有去找出技嘉是哪家投信哦。老师别冒生命危险了，我们还有很多会员要照顾。你看到没？嗯，外资投信都在卖耶。那现在很简单嘛，嗯，你去看技嘉当时在350以上的时候，谁叫你，谁一路叫你一直往上买的嘛，嗯，我跟你讲，台湾精锐跟新都是这一波我最早叫的哦，我们叫你一路往上买，没有，没有哎、欸，嗯，那你去看啊，现在这档技嘉现在300破了，对不对？今天不是400点吗？嗯、有没有被我说中？是，落到不行嘛，嗯。当初370、380，我就告诉你说，投信现在在一路往上买。你要小心哦，嗯哼，到时候还往下卖哦，又被我说中了，真的很不好意思哎，怎么每次都被我说中了？对啊，每次老师我还说怎么样？我还真希望我不 不准，对，嗯，对不对？但老师讲真话，那你那些去追350以上，这一波好不容易你去年八月去套在350以上，人家这一次二月又给你一个解套的机会，你不走，嗯，然后又跟着怎么样？跟着大人，又再往里头摔。往这个围城里头拼命挤进去，老师真的都是看到什么就告诉大家，然后涨高的股票老师也都提醒大家，即便是成概股也是如此，上品老师也提醒各位，智茂甚至更新台湾精锐，他们当他们涨高了涨多，老师都会提醒各位，这就是老师看到说真话，希望能够保护到各位。当你看到股票真的涨到了华山之巅，那为什么不跟老师来做下一档在决心谷底的股票呢？老师都会帮你准备好的，你看老师帮他准备的多那么多，用心准备的资料，真的那一张找技嘉了。昨天的，昨天我是不是有讲？有啊，昨天回答黄仁勋在那个GTC 大会当中找技嘉，找技嘉，找技嘉，有、啊、昨天有，因为我们的资料真的很丰富。昨天老师还在讲，这是今天我们的资料。这一张找技嘉，黄仁勋叫你找技嘉，那你就被套了、啊。那不是一大堆分析师带着你跟黄仁勋在 GTC 大会在喊热吗？哎、嗯，从、欸、二月到现在，从、嗯、过完年，我们整个二月我们操作大获全胜。是，你二月，哦，好，就不要说你忘记了、啊，就说二月过完年，你跟着我买更新智茂，嗯，还有什么样？台湾精锐。到现在都是赚嘛，是啊。可是过完年你去买技嘉，到现在你都是套哎、欸，嗯，还没解套哎、欸，就眼巴巴看着指数创新高，但技嘉却破底，一路向下破，却在破底啊。对，破300，然后再往下。那连财经节目还在告诉你说找技嘉，找技嘉，那你不完蛋吗？那这些财经节目不是早上晚上都有财经节目，然后都有名嘴吗？我就告诉你嘛，当人人嘴巴都知道买技嘉的时候，你赚得到钱吗？嗯哼，赚不到了。这不就是怎么样？有没有听过什么差协同理论啊、哦？连差鞋子的协同都知道要买技嘉的时候，你可以赚到钱吗？嗯，你只能短线差价想办法从里面赚到钱呐、啊。但是怎么样？嗯，好累哦，心好累，很累啊，干嘛做这么累？提心吊胆。其实我们会员之前都有回馈啊，跟老师操作之后了，他安眠药都可以少吃了，然后呢，精神也变好。这两天是不是妈祖绕境啊？粉红超跑，对不对？对。我们有一个会员就贴给我啊，他说怎么样、嗯、去怎么样、嗯嗯，他跑去那个跟着妈祖绕境、嗯、都不用担心。嗯，对他不用盯盘呐、啊，因为我们都买在干嘛？绝情谷底啊。是啊，这就是差别。而且绝情谷底的股票，你可以买得安心，也可以赚得开心。好，所以我们刚刚跟你讲，你看台湾精锐，嗯。还有这个更新是好、哦、这几档嗯哦更新我没讲完好6146的更新6146我要讲什么样各位你们知道我有一套乾卦操盘法吗是哦乾隆操盘法那最近是不是增加了一个那个金庸操盘法、嗯、对那个是绝情谷操盘法绝情买在绝情谷底卖在怎么样华山之巅对有没有不要在那边跟人家华山论剑
你现在更新跟你的这个台湾精锐，你又在干嘛？华山之巅跟人家论剑的。嗯哼，利剑大人啦。这档更新，你看投信之前是卖，是有没有？对，他卖的时候谁在买？外资开始买。嗯哼，对不对？嗯，外资买一买之后，换投信来拉。嗯、对啊，外资先出。我们跟你讲说，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我说这个外资跟投信怎么配合这件事情，我不是早就跟你讲清楚了吗？对，要去看，对不对？嗯，我说外资哎，嫌股价不够便宜，投信砍出来给外资接，外资就可以跟着我们怎么样？嗯，买甜甜价，对，有没有？嗯哼，等到外资买够了，有没有？嗯，投信开始，外资买了对不对？对，投信开始回来买了，呵呵。有没有？是，投信回来买的时候，外资是不是开始在倒了？陆续开始了。嗯，哎，投信之前都想要买哦。对，明明有240、230给投信去买。嗯哼，他为什么不在那时候买1000张？他为什么更新要在昨天都已经到280了，他要才要买1000张啊？嗯，你不觉得很奇怪？奇怪，有220、230的时候，让你买1000张，你怎么不要？嗯，你怎么到280你才能买1000张呢？就是因为投信买这1000张，更新才有办法怎么样上去嘛？嗯，那上去，请问投信这1000张是帮谁抬轿？陈盖，还有谁？外资、啊，还有之前在这边买的外资啊。嗯，抬上去给谁卖？外资，给外资卖啊。所以没有看到。投信买了1000，谁在到货？外资。对呀、啊，跟我。我们是获利下车。那这是哪家的操盘手？怎么这么厉害啊？往下杀，往上买。那技嘉不是也这样吗？投信做技嘉的时候不是也这样做吗？嗯。你们还要看到投信大买，你要跟着他买哦。嗯。我说我的乾卦操盘法，嗯，是不是教你从初九，对，潜龙，在龙盘着的时候，潜龙勿用，先盘在那里，你就是先买好来，跟着老师，我们在等。我说在这边你跟我怎么样做潜龙啊？对，盘好，龙盘虎踞嘛，是，做潜龙就是在这边绝情谷底的时候，好好给我盘着，不要给我动。嗯哼，然后呢，到九二，现龙在田，利剑大人。这个爻里面的利剑大人就在嘛，大人刚来，初次外资来了、啊，外资不就在这边来了吗？是，对不对？嗯，外资在这边来了嘛。嗯哼。然后到来下一个爻九三，君子终日前乾嘛，细地诺利无咎。什么叫君子终日前乾？你每天20里路走，对不对？20里路走好了，继续买。这谁来走？投信啊，嗯哼，外资啊，嗯，投信开始买了嘛。对，有没有？到了九四爻，祸要在渊，无咎。祸要，嗯，在渊，对，上去下来，没关系，嗯，无咎。哎、欸，这不是我讲的哦，嗯，这是5000年前我们中华的老祖宗发明《易经》哈、哦，伏羲氏讲的哈、哦。来，好，九四龙，好，祸要在渊，无咎。最后这根量出来了，投信。1000多张进来买了，飞龙在天了，对不对？他不在这边买，他在这边买，那叫什么样？九五，飞龙在天，利剑大人。这时候的利剑大人一样是贵人来，但是他在高档大买。嗯哼，那接下来干嘛？哎，到了上九，亢龙有悔嘛。嗯哼，这整个的乾卦就是涨，从初九到上九是。我觉得这个爻也差不多走完了，为什么？因为在九五飞龙在天，利剑大人之后，他如果想要买，我可能觉得还没。他既然在高档一口气1000张给你弄出来，那就知道要干嘛了。摆明着就是拉股价给某些特定对象下车，然后呢？然后就到此为止。然后就把你套在这个地方了，好不好？我们要先进广告哈，导播又在催我们了。下一档、下一头、下一档的潜龙，下一档的绝情股的股票，你想跟上的朋友，来，老师帮你准备好了。来，这几档哈、嗯，买在绝情谷底哦。是，我现在盖住，我到时候开给你看。你看现行是不是在绝情谷底？嗯、我没开，就代表这就是当初在220的更新。嗯，220的台湾精锐是有没有220的自贸？对，那你要不要？
加赖。你这时候来，你跟我们的会员成本差不多，不要等到他又一张又是五六万的差别，你才要来。嗯，好吗？我们先进广告，要的人赖加进来，电话直接打过来，谢谢各位。牌现场开牌，老师昨天呢漏了一个字，然后讲了那一个字冒什么呢？你应该可以猜得出来吧？陈盖股冒什么股？好来，茂达哈，对不对？嗯，其实我这两天茂达从240一路拉回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在告诉你了，你要来准备跟我接哈。对，你看 AIPC 供应链，我就一直在跟你讲，分享会还是继续跟你讲。是，我在清代体验班买的前一天，我是所有会员发。红利股给你是有没有？所有班都有的。对，我中视也有讲嘛。嗯，好，中视好像有这一段，对不对？有。好了，3月15是，我就告诉你茂达开牌喽。对，嗯，这一波我已经跟各位讲的，你在股市里面，你没有一定怎么样，非要有 AI 不可。嗯哼，你也没有一定非要有今天涨停，对不对？风电族群啊、哦，很强，对不对？太阳能啊，哎。风力发电啊等等，我说你在股市你要的是怎么样，你只要可以赚到钱，然后怎么样全身而退就好了。嗯，你有什么股都没关系。我这样讲你懂不懂？你们来股市不就是为了赚钱吗？是，你来赚钱，你只要有钱给你赚到，嗯，然后你可以安全出场，是，而不在于你到底要有什么股。嗯，你要有什么股你真的就赚到了吗？嗯，我这样讲你有没有搞懂？懂。你几年前你非要有货柜三雄吗？大家都有货柜三雄，没有货柜三雄好像就没有在混台北股市。各位，股市不是来混的，好不好？老师没有。哦，去年没有军工，我就没有在混台北股市。哦，去年没有旅游，我就没有在混台北股市。股市不是来混。哦，去年没有 AI， 我就不来混。你那些混的人，你那些跟人家蹭热度的人，你真的赚到钱了没有？重点就是要笑到最后嘛，对不对？对啊，赚到最后。然后我今天我在我的 YT 哈，我把集团座上的。中美金集团跟威盛集团拿出来比哈，所以我这边我没时间讲了。如果你要看，麻烦你订阅 YT 红色框框，你订阅 YT 或者订阅我们 LINE， 我们每天会把我的节目上架，我的连结会贴出来，是你从你的 LINE 点进去，你就会看到我的 YT 节目，好不好？好，那订阅最快了，好不好 ？OK， 好来，那各位茂达，你刚看到对不对？我们买在多少？我这一波，我们所有会员。我们有207以下给各位当红利股，是我们有清代体验清代，我们有买200块的，对，201对不对？都有。你看一下今天的茂达，现在221喽，多少？6138茂达，今天创高221，200到221，一张也可以2万。来，中间221，两万，一张2万，没有2万也有1万，1万也行，1万5，嗯哼，有没有？嗯。我的扣去你照实去做的，你一定可以减到207以下。那当然，清代里面你买到200，1到2万的价差一张，你都可以赚到红利股。这是不是在绝情谷底？是是啊。来，下一档绝情谷底的股票，赶快来跟上，拨通电话加来跟上喽。来，各位不要去追股票，你只要一个月一个月，你确定你怎么样，几万几万这样赚进来，是，好、哦，比起你追高杀低来的好，好不好？嗯、来，跟我们下一档绝情谷底。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现在就加入股海大丈夫 Light 生活圈，小老鼠 HIH888 或扫下方 QR Code， 并且订阅股海大丈夫 YouTube 影音频道，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